但前两集皮哥介绍了许多公司的股东会纪念品，得到很多回响。今天呢，更是大家嘛，我准备来介绍 total 六家公司的股东会纪念品。那么即使是鸡蛋水饺股，小资会买的股票，也都会有一些CP 值不错的股东会纪念品。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星光金的股东会纪念品，天地无极，小资变法。其实变得出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星光金的股东会纪念品，看起来相当的不错。这个是一个保温瓶，那它的容量是500 ml，还有那也有不同颜色它有粉红色也有这个灰色的。等一下我们开箱来看看吧。好的，那打开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简洁的、有力的、漂亮的，现在于中眼股东会纪念品保温瓶，大家看一下，看起来相当不错。里面这个材质也是非常的。光亮看起来是stainless SUS 304 OK 好，那么这个就是星光金的今年2024年的股东会纪念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赶快去换以免项羽。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介绍第二种咯。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来介绍第二个公司，叫做真理强。好，天地无极，小资变法。好的，那就是出现在这边，出现了一个确实有点像鸡蛋的 LED 蛋形灯。等一下我们打开来看一看。它这边是这个灯好像会变色，然后说一灯两用，小巧轻便。那我们事不宜迟，赶快打开来看看哦。讲哦 ，OK。那现在已经打开了这个鸡蛋灯，大家看一下它的造型，后面印着也是真理强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个吊环。好的，那我们现在打开来，这边有个开关，往上开，哇，相当耀眼哦。希望股价跟它一样，可以这个不断的上涨。那接下来我们往下开另外一个灯，这个灯就特别了哦，它还会变。不一样的颜色是，感觉相当的美妙，还会闪呢，哇，这个算是气氛灯哦，很适合露营的使用。明主，好的，那大概就是这样。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就来买一下这个真理强的股票。哇，我说好了，提醒一件事情哦，这个电池呢要自己买啊，这个纪念品是没有附赠的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再介绍第三家公司哦，这个叫做嘉联益，我们来拭目以待，它的东西是什么呢？好的，天地无极。小资变欧巴，然后那一天呢，就是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不是口红，是所谓的迷你铝制 LED 手电筒，大家看一下，等一下我就来开箱一下，这个大概只有这一天8公分左右这样子，好的，那现在我们已经打开了，这边有个吊带，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铝制手电筒，看起来相当的坚固，跟你一样，难道血会变色？现在我们按下开关来看一下它的亮度，哇，真的相当的亮，好的。因为像我每天都分心吗？所以大家如果去露营，这个也是一个好帮手。但是呢，它里面也是要装3颗小型的电池哦。那当然，这个纪念品不会附电池给你哦，所以要自己准备。后面就是一个软型的开关，放我要啊，相当的方便哦，放在口袋里面也可以防止这个恶人的突袭，好吗？在舞蹈。那接下来我们将介绍第四间小公司。好的，那这一间公司叫做陆海，它到底送了什么东西给我们呢？好的。天地无极，小资变。这个就是阿库拉十点大拿一次中2颗这个是伊莎贝尔品牌的叫做樱花沐浴皂啦大家如果有兴趣是吗？可以，真的这个是生活日用品，相当的方便那这个大家呢不妨一定要记得去顶，可以啊。好的，那这个比较普通，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五间公司哦。那么第五间公司是做电子零组件的公司叫做强茂。好的，等一下我们就来参考看看，它会带给我们股东什么样的好礼物天地无极，小资变不是，哇，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肥皂它叫做洋甘菊皂洋甘菊那也是用来洗浴身体的就是把我们这个臭臭的身体可以洗干净，这样子福运自然也会随着而到，是吧？那我们手中的持股，在这个好的这个气场之下才更有机会上涨嘛。好，那这个他这一次呢强茂呢，他只有送这样的一份，我们等一下打开来看，这里面是1颗还是2颗？哇，这个洋甘菊皂看起来一个包装里面有两颗大家看看也是不错啦跟刚才的陆海公司十减皂有的拼哦，被再朗不要找。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最后今天最后一间公司哦。好了，这大家拭目以待，哇，最后一间大家一些张好眼睛看看哦，到底这一间是什么公司？好，最后一间就是泰艺，泰国的泰，艺术的艺。好，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
看一下他做的内容。好的，那他会带给我们股东什么样的产品呢？OK，我们拭目以待。现在天地无极，小资变，小需要商业中心，再来就是这些啊，原来就是这个尤加利洗手慕斯啊，就是用于洗手的啊。那现在呢，大家啊，疫情期间虽然已经结束了，那很多感冒症状也都是还是有，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有相当大的帮助哦。所以啊，但是它就是1000股就一罐幻想，OK。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哦，赶快去换一换。好的，那今天介绍的六间公司，好的，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六间公司的股东会纪念品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大家认为哪一间的公司的产品纪念品 CP 值最高呢？欢迎留言分享。OK，那你的留言对我是最好的助力，那我也会适时的回复。好，那最后呢，欢迎订阅、分享并按赞，谢谢喽，拜拜。